今天开场好像有一点夸张，就是整个桌上都是亮片的布料。那这个亮片的布料可以在永乐布市买到。那大家都，应该不是说大家，就是有些人知道我超爱这种亮晶晶的东西。那我今天就是要来用亮片布复合梅材羊毛，然后做一个裂纹的一个技法示范跟实验。那等一下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闪亮的东西，它最后的效果为何？敬请期待喽！